我是三碗爷爷，我是紫菜妈妈，我是小橘子，我是小桃子。请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动动脑。紫菜妈妈来问问小朋友，紫菜妈妈游泳的时候会需要戴一种特别的眼镜，请问是什么眼镜呢？聪明的小朋友，赶快来动动脑，想一想哦。紫菜妈妈给大家三个提示。第一个是放大镜，可以把东西变大的放大镜，是游泳的时候要用的吗？再来看看第二个提示是望远镜，可以看很远很远地方的望远镜，是游泳的时候要用的吗？第三个提示是蛙镜，蛙镜是游泳时要用的东西吗？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。游泳的时候需要一个可以戴在脸上的东西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会让水跑进去。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大镜、望远镜还是蛙镜呢？聪明的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。很好，答案就是蛙镜。游泳的时候戴上蛙镜，就可以在水中把眼睛打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水也不会跑到眼睛里，这样比较安全哦。那小朋友是不是都记住了？游泳的时候可以戴上蛙镜哦。那下次再来跟紫菜妈妈一起动动脑哦。拜拜。